喊啥呀？我跟你抢了吗？你谁呀？她是你女朋友。怎么的？她是我女朋友？她是你男朋友？你俩看我干啥呀？我冒昧的问一下二位。你别冒昧的问了，我问你一下子，你谁呀？我呀，安吉拉铁牛。我呀，没问你是啥牛，我问你是干啥的。我干啥的？我给男朋友看车的，不行吗？你给你男朋友看车？你俩干啥呀？可是我有个男朋友，你俩咋就不同意呢？我30多岁，我有个男朋友不行吗？我呀，我这颜值不够，我长得要是不应该有男朋友吗？我呀，我颜值、啊。你这颜值行啊，你这颜值是这个啊。不是，你说你给你男朋友看车，你男朋友谁呀？我是。妈呀，你看长这样还真有男朋友。铁牛，咱俩想一块儿去了。说实话，我真想当你男朋友。那个，我喜欢你。你真的喜欢我吗？我真的喜欢你。说实话啊，其实我也喜欢我自己。我说你又是谁呀？看着吧，大笨，你这女司机我发现怎么这么没礼貌呢？啊，女司不是兄弟啊，这不得说你两句了，你这么整有点过了吧？咋回事儿啊？啊，那个媳妇儿啊，嗯，我上车跟你说去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大笨，还记得咱们俩上学的时候吗？记得，那时候我总抄你卷子。我记得有一次语文考试，满分150分，你打了300分，我0分，老师还批评我了，说我没交卷。是啊，那个时候你特别的实在，抄卷子连我名字一起抄。所以说我不喜欢现在的你，我还喜欢你以前的你，实实在在的。天牛，说实话吧，这个车它不是我的，我寻我见你，我想炫耀一下子，就这么个事儿。不催了，你不说拿这车当礼拜天过吗？今天是礼拜天。那几十万的豪车呢？公交。那几百万的座驾呢？地铁。哎呀，大笨，人可以穷，但咱不能假呀。你是要脸，得靠双手去争，靠双脚去追，不能靠这张嘴去吹，对不对，大笨？我知道错了，我没有车，也没有房，但是我有个爱你的心，我能追你吗？大笨，我家有点事儿啊，先走了。追上我再说啊。这啥意思啊？改口了，追呀、啊！我能追上吗？上车，哥帮你提出追他。这我不好意思，你说没事，我是你司机嘛，帮人帮到底嘛。我上车，上。找啥呢？上车嘛。老弟啊，你先别上车了，哥车打不着火了，你帮哥推一下啊，咱一起追啊。哎呀，哥呀！啊。这个速度能追上吗？老弟啊，哥帮你一起追啊。